问卦，园林是个怎样的城市？当了很久的园林镇，后来升级成市。新修建好的车站，宽敞。车站附近有一间庙，香火延绵800里。小地方才经过，人畜兴旺。除了没有百货公司，我们园林还有什么优缺点啊？台商的家乡。只有黄金帝国附近可逛，可进富国地金黄油。只有黄金帝国附近可逛，不过有钱人很多啊！吃完园林电影院底下的牛肉圆就可以走了。从小到大都觉得园林是一个很挤、很挤。我就是一个线。
其实我们就只是很多农田的小镇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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